亚美尼亚就有民众因为不满这项停火协定，他们直接冲进了政府大楼，又砸又打的强烈抗议。他去，南委杨振武也爬上主席台，被林俊宪阻挡住，倒在桌上，干脆使出无影脚。算了，快点儿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，把你的情绪轻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。如果还能开出我又爱你的那面。